小盼着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那里是我家。国强拿钱跑了。什么叫拿钱跑了？你别说那么难听。怎么叫难听？这不就是拿钱跑了吗？二姐夫知道吗？他要知道，我能睡不着觉吗？哎，你说他拿这么多钱干嘛去了？谁知道啊？那个上面说是要帮二姐夫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。看这事儿悬，他拿这钱指不定干嘛去了呢。这家里要知道了，那还不得乱了套了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国立，这事儿你可不能自己担着啊。这要大家都知道了，你落埋怨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家里最重要的就是安定，安定就是一切。老吕，国强到了吗？哎，我也急着见他呀，他就是不来呀。那麻烦你见到他之后，让他马上给我打个电话过来，好不好？哎哎哎哎，好好啊。哎，老板，您好，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叫李国强的人啊？没有。您帮我查一下吧，他应该就住这儿了。没有，您再帮我看看吧。啊，肯定没有，您放心，这会儿都有登记。那行，谢谢了。喂，梁总，你怎么还不来上班啊？我来产地找国强了。啊？哎，您放心，只要找到他，我让他给您打电话。你身为公司的会计，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？啊，你跟李国强好，你也不能拿公司开玩笑啊！你说说你现在整的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早上查过那个账号，一分钱都没有了，全让李国强取走了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找不到他，拿不回这笔钱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怎么着？嗯，电话本，电话本，现在还要它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还要它有什么用？我公司上的钱，一分钱都没了，全让你弟弟给取走了，这不是又一个万涛吗？不是，这国强和万涛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不是，他一不嫖，二不赌的，这咱自家兄弟，你还自家兄弟有这么干的吗？自家兄弟，我觉得啊，这国强他肯定是拿这钱去做更赚钱的事儿了。那我也听说了，虽然我不懂做生意啊，那现在这个粮油生意确实是江河日下。这国强呢，他是有能力，他就是没机会。所以他想啊，可能用你这个钱，他去做本金，是吧？做本金去帮你挣更多的钱。我到时候他不光是还你这钱，他没准还能帮你挣得更多呢。你说呢，姐夫？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，啊，你知道他在哪儿？
我就是帮你分析，帮我分析啊。好，那你坐着，帮我好好分析分析啊。坐下。哎，那你说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能在哪儿？他拿这笔钱能去干啥？他去哪儿了？去哪儿我是真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，他绝对是拿着钱去干正事儿去了。干正事儿去了？有不跟人打招呼，拿着人家活命钱去干正事儿的吗？啊？有不跟人打招呼，拿着这个钱就玩失踪的吗？干正事儿去？什么正事儿？啊？我要报警。别，警官，我跟你交实底得了。说，看看这是他。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什么时候给你的？就昨天晚上我在那个电话本里头看到的。出去！他这里头都说了，他是跟你借钱。滚！不，姐夫，你千万不能报警！他是犯罪，我凭什么不报？你要报案，国强就毁了。我已经毁了！不是你，我求你了，姐夫。你不用想国强，也不用考虑我。你想想这个家，想想咱爸咱妈，求你了，姐夫，求你了，姐夫。放心，姐夫，我一定把国强找回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能干什么去呢？国强来之前没跟您谈过定金的事儿吗？没有啊。那您没跟他要过定金？嗨，我跟国强这都哥们儿，要什么定金呢？到时候他把货款直接打给我就完了。你别说了，红妹，这笔钱没了。行，我知道。但是王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不能怂恿国强犯罪啊！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要知道，你一定得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现在在哪儿？行，那你等着我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好的，那就这样，一定等着我啊！我现在过去。哎，大姐夫。哎，秀华。你知道国强下落没有啊？我一听国立跟我这说这事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哦，行，那我现在得赶紧出去。民警，大姐夫来了。好。你说说国强怎么弄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？你看，这前段时间你要看饭店，他不是一直帮你忙的吗？啊。他打算去哪儿，要干什么，他就一点都没给你透露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二姐，您说他把您钱拿走了，我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那你从跟他的这个交谈当中，你想想他能去哪儿？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二姐。王二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做人要诚实，要厚道，要有良心，你知不知道？
你要是知情不报的话，你这是叫怂恿犯罪，你也在犯罪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你就告诉我吧，啊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他去哪儿，你有责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去告诉这李国强，啊，让他悬崖勒马，把钱给我拿回来。二姐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真不知道。就这些钱是他二姐夫唯一的一点钱了，做生意就靠这点钱。现在静静在英国等着交学费呢，家里拿不住钱，你就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二姐，你别急啊，你听我说，我真不知道。你说前两天我是跟他吃了一顿饭，可他没说他有什么打算呢。我不可能不知道，就你们这帮狐朋狗友一天到晚在一块混，你能不知道吗？对，不，前两天你还说跟他说什么做红木生意能发财，是不是跟你拿着钱做生意去了？你赶紧老实告诉我，要不然我让警察问你啊。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二姐，我不知道郭强为啥拿钱跑了，听不懂啊。二姐，怎么样，小好还满意吧？太满意了，方总，这次太谢谢了。主持也非常精彩。这样，一会儿啊，你把这个给学员老师。方总，你干嘛？听话，拿着。不能要，方总，千万别说是我给的。一会儿把打的费帮我交了。你看，方总，你别就不要客气。学员老师马上出来了啊。好，学员老师辛苦了。哎呀，正着急了吧？哎呀，也不知道二位新人对我主持的满不满意啊？非常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学员老师，我们太满意了，主持太好了。那就好，满意就好啊。以后你们朋友有结婚的，推荐我一下。一定求之不得。把你的名片给人家一张嘛。不是没印，但是电话都留了，以后印了就发。好，那你们去忙吧。哎呀，对啊，哎。今天我就不送你回家了，一会儿我要送二位新人。哎，应该。你自己辛苦。哎，好，你不用管我了，方哥，你赶紧进去吧，有客人。小航，送你，我送一下，我送您出去。哎，你去送一下嘛啊。再见啊，祝你们幸福，拜拜。行了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哥，等一下，老公，这是给您。哎，不行，这不能要，这不能要。拿着。哎呀，你这是应该的，这多不好意思，你这还不应该的。这是给您打车钱。哎，这不行。拿着，司机走了。谢谢老师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张青吗？啊，你是李国强的同学是吧？啊，你好。我是他二姐。我想问问你，李国强现在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他携款逃逸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么做是在犯罪。你要是知情不报的话，你就是同犯。你要知道他在哪儿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你要是见着李国强，你告诉他，他这么做是伤天害理，是下毒手。你让他赶紧回来，让他回心转意。行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哎，再见。我是，谢谢。不热吧？啊，行了。明姐，一会儿起来吃点东西，啊？回吧，大姐夫啊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别往坏了想。那国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都是咱家给他惯的，平时就爱犯个冲动，可能过几天啊，他回心转意就回来了。别做梦了。也是啊，这事儿摊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，他该压住火还得压住火啊。大姐夫，我现在身上一点火都没有，冰凉冰凉的呀。别人不知道我的处境，他还不知道吗？啊，这就是拿着钱跑了。明姐，有咱这一家人在，你不用怕。你要是需要什么钱，大姐不给你想办法啊。我需要那个钱是你能想出来的吗，大姐夫？你啊，啥都别想啊！你要想，就想办法把李国强去给我找回来。
谢谢你啊。来了来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要住店吗？哦，我不是住店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师傅，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住一个叫李国强的人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多大年龄？30多岁。哦，那没有，我们这儿有住两男的，都年龄挺大的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那你住店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啊。是赵幼兵吗？哦，你是李国强的朋友是吧？啊，我是他二姐。啊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保洁，哎，保洁呢？哎，主任，保洁在楼上打扫卫生。哎哎，你让他赶紧把这水给擦干净了啊。你说要是把人滑倒了怎么办呀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这干活不能稀里马虎的，他不好好干，让他走人。啊，明白了，主任。李主任，大伙儿都到齐了，就等你开会了。就等我？几点了现在？9点啊。你不是跟我说的9:30吗？我说的是9点。不可能。哎，我说过你多少回了啊，你说你干活怎么老是这样的稀里马虎的？这作为一个秘书就得认真仔细准确。不是，再说你怎么不老提醒我呀？你说现在让大伙儿等我，我这多不合适啊。李主任，行了，走吧。好。这个关于社保4050的优惠政策呢，啊，我们要这个好好的去落实下去啊。对于这个失业人员呢，还有贫困家庭呢，啊，我们都要去了解清楚啊。我们的居委会还有社区都要逐一的排查，绝不能遗漏一户一人，是吧？现在社会很复杂，是不是啊？这遇到很多事情，出了很多情况，都是我们无法去预料的，是吧？你说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吧，他就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为了钱，一点亲情都不顾，说把你的钱拿走他就拿走了啊，根本就不管你家里会出现什么情况。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咱们还是说回这个4050这个政策这事儿哈。这个优惠政策呢，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实行啊，要深入了解每一户的情况，绝不能让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受到影响啊。这利益，国家的利益不能受到影响，是不是？那个，您把手头那个文件都看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怎么了？事儿，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开着会呢，你一个一个电话的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要是有一点辙，我都不来找你。静静刚才来电话说他们学校下最后通牒了，要再交不起学费，就劝他退学了。你下楼等着我吧，我进去说一声，我马上下来。妈！哎呀，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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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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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天！
沈哒哒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等你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好意思。一早上就说来帮我干活，打扫卫生，你上哪放去了？我一早找人就给我设计名片，这找人印刷，来。你不做什么生意，印这玩意儿干什么？那得与时俱进啊！你当个主持人，你得有名片，人有活好找你啊！真的。哎呀，谁给你封的？还金牌主持人李秀艳，真是不出半年金光闪闪。真的妈，你还真别笑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处处都是人民币，就看你挣不挣了。你告诉你以后啊，出去买菜扭秧歌，你就拿着点儿。听说谁孩子要结婚，你就扑上去就推荐。啊，很重要是吗？那你有那么多吗？有，你今天你别乱发啊！这几张是他们回来，你这到时候你给他们一人一张。行行，别发乱了啊！见人就发。嗯，好，行，好，那给你装。这主持的第一笔稿费，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拿着，嘿，哎呀，你秀艳啊！300啊，那是，真有你的呀，你可真不简单。那妈就谢谢你了啊。哎呦，不是，哎，确实不是，给你看看就行了。你说我这不瞪那一下子你就装起来了，把你吓的，就是为了叫我看看呢。妈，哎，咱不开玩笑啊，我今天来跟你说三件事啊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就是大家也看出苗头来了，马上就要火了，挣大钱了，这事儿。不是小事儿啊，嗯，挣了大钱，我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你和我爸买个大别墅，啊，屋里假山、流水，特别豪华的那种格局的。第二件事啊，国强的婚礼，我包了，都我来，啊，不光是国强，兄弟姐妹、家里里里外外，所有人有事儿你就找我。我就是咱们家的银行，我就是咱们家的提款机，随时提，随时给，要多少给多少，别的事儿别找我，钱的事儿你就找我就行了，你就记住这点啊。第三件事就是包装，是不是？我看见一个裙子，砍了半天价，400多块钱，我说你是他就不落价了，400多块钱，我一想300多块钱吧，现在差一本，就你出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机会给你。你出这钱，那你不刚才说你要开银行提款机刷刷刷，完了姊妹们需要钱不都找你吗？你怎么还问我要钱呢？投入嘛，对不对？你得先投入，你才能有回报。你说这提款机你刷个7，它得有个7000，这叫小投入。嗯，你不说投入吗？对呀。那行，你先去给我打扫卫生，你先投入，我看你的表现。傻心眼儿，老太太，真是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！我说我二姐怎么那么多心眼呢？现在就找着根儿了，就随你。我跟你，我打扫卫生，我也不能叫100多，就200块钱，就这么定了。绕来绕去，绕这么大关子，整了半天问我要钱，哼，没门儿。别说妈，哎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二姐夫，是这样哈，我新印的名片没跟二姐夫打招呼，我把这个办公电话和地址都印在二姐夫公司了。要是有人找我啊，你就说我不在公司，哎，让他打我手机啊。回来了，拜托，拜托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，二姐？妈，你怎么养了一窝骗子呀？这是包装。怎么了？妈，本来这事儿啊，我不想跟你说的。但是我跟民间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你养那好儿子那李国强，把民间公司的钱拿着跑了，怎么打电话怎么都找不着。哎，你说有这样的亲弟弟吗？啊，这万涛拿走的钱还没拿回来，现在民间公司唯一的那点钱他又给拿走了，有这样的亲弟弟吗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不是，二姐，你确定是国强吗？你民间把那信给妈看。妈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看着他，赶紧让他把钱给拿回来，要不然我也六亲不认，我
不是，二姐夫，你看，我告诉二姐夫一声，收购孙子的钱，我先借用。哎，我是国强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秀华两口子怎么气哼哼走了？老头子，你我修行的好啊，养了这么个冤家，你把李国强给我找回来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把他给我找回来呀！妈，妈，哎哎哎，老婆子，快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妈妈妈，婆子，妈。喂，哎，秀荣啊，我在单位呢。什么？咱妈怎么了？上班要全力以赴把国强这个畜生给我找回来，把你二姐夫的钱给保住。从现在起咱全家都跟他划清界限。爸，你想一下，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哈，就是咱们家对这个事儿是不是小题大做了？国强真要是携款潜逃了，你说他还至于留下这封信吗？这上边写的明白吧？明白什么明白？明白能这么做吗？爸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就说现在这个社会吧，他什么事儿他变化都快，变化快。你就说国强这事儿吧，那现在是坏事，那没准将来他就能变成好事呢。什么好事坏事的？他压根儿就是个没家教、没王八的混蛋。爸，你别生气。就说什么呢？就说我们有时候对字面上理解和我声情并茂它不一样。哎呀，还啰嗦什么？快去找人呐！心情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声情并茂的，就是跟你再念一遍。你说怎么还不来呀？打完了吧？哎，还有点。小燕，哎，国立他们呢？在门口呢。让他们回去忙去吧，我这没事儿了。啊，行行行。你再歇着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来一下，医生又给开了两瓶药。哦，那我去一下啊。行。我知道啊，现在他妈在哪儿呢？妈呢？哎，小叔，哎呀，妈呢？妈，没在屋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这，哎，你不对呀，我先走。别急，这样我跟他爸先回家，看我妈是不是回家，你们再找一找，好吧？慢点啊！哎，那咱们上一边，对，咱上一边，哎呀妈呀，没回家，妈这是去哪儿了呀？你说这国强这不要咱妈的命了吗？大姐，你别遇点事儿就哭哭咧咧的，这样咱妈有什么事儿了，我就找二姐二姐夫。你说是国强把钱拿走的，对不对？能来咱妈吗？跟咱妈要什么人呀？我真不明白了，我就。咱妈这一辈子光为咱忙活一点不费，想光剩下受罪了。你
别哭了，你让人看见以为咱妈真出什么事儿了呢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活着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小点声，赶紧的吧，别哭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妈，妈，贺淑珍，妈，二哥。不是你这遛弯你干嘛呀？你到找妈呀你？我这不从这边找过来吗？我一听你妈妈，我以为你找着了呢。不是你找你倒是喊呢？喊啥呀？这都没人，我喊妈，我冲树妈，妈。行，你说帮这，我要见着国强，我非抽他俩嘴巴不可。我抽他管什么用？你找妈，你抽国强干啥呀？你说妈又会不会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以为妈是你呢？妈那心胸开阔着呢。不是你说这碰上这种事儿，妈能想得开吗？这保不齐。行，行了，别小题大做了。就这点事儿，就咱那妈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这行万里路的妈，不在乎这。行，别关咱们这聊，咱动起来，咱找起来，行吗？好，这不一直都在找吗？妈，嘴说眼睛没闲着。妈，不是。我跟你不是你再喊两声啊！你不是遛弯了？喊人家这都住户，妈喊能看着妈，咱就扎妈怀里就完了。哎呀，那边我都找过了。看看秀华和明杰，他们让国强这个混蛋呢给坑苦了。你说我哪辈子做的孽，养了这么个冤家。妈，你说你从医院出来啊，也不跟秀荣说一声，都急死了。我跟他说我要走，他们就得四四八八地拦着我，我不愿意在那丢人现眼。你爸呢？我爸让我送回家去了。回医院吧，我不去，我没病，我是气的。你说这么大风也不能在这儿坐着呀、啊，咱还是回家吧，啊？此时此刻累的是眼珠子，不是腿肚子。行了，歇会儿就起来吧，得找妈呢。哪儿找去啊？哭的我耳朵都累了。反正行了。喂，大姐夫。啊？找着了，别哭了。不是，这在哪儿呢？啊？怎么又回家了呢？啊，行，知道了啊。行了，马上我们就回家了啊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哪儿去啊？干嘛去？哎呦，你这话说不明白，家都不认识了，这边。行了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激情戏演的。你准备借多少钱啊，李主任？20万。借多借少，看您的情况吧。到时候我一定连本带息的还给您。没问题，20万肯定没问题。这样。我今天下午啊就到银行给你取钱去。哎呦，那就太谢谢您了，庄厂长。哦，到时候啊我给你写成借条。那倒不要，不过李主任，你看今天说来真巧了，我还真有事要找你呢。哟，您说。我听说咱们街道要招一位这个税务的协理员，是吧？您怎么知道？税务局老马跟我说的。这样啊，我爱人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家待着，你也知道，他跟我说想找份工作散散心，我觉得这个协理员工作挺适合他的。啊，厂长，那你其实这个人员吧，我们早就定下来了。定谁不定谁，还不是你大主任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是吧？
再说吧，这帮忙互相的，我帮助您了，您不也得帮帮我吗？啊，谢谢啊，大庄庄长。哎，那我就不麻烦您了。我今天呢是来找您借钱的，不是来找您换事儿的。不是，就不麻烦了。哎，李主任，再商量商量行吗？谁呀？静静。啊，你让我跟他说两句。来，你妈跟你说啊。喂，静静啊。哎，是妈妈。哦，学费的事儿你千万别着急啊，过两天马上就给你打过去。啊，我们知道。啊，行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跟你爸爸还在办事儿去呢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太太太，走吧，路上跟你说。国强真是害人不浅呢、啊、天太晚了，赶快回去睡吧，咱这个岁数经不起折腾了。你说咱怎么养了国强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苦了秀华两口子了。商量点事儿，咱给国强攒的结婚钱就先拿出来还给明姐吧。好，国强以后咱再也不管他了，就当没生过他，就当没养过他，就当他死了。你哭什么呀？他连爹妈都不顾，咱还为他操心。存的钱给取出来了，是不是要给我二姐？别问了，你看，妈，那是国强惹的祸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钱可是你跟我爸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来的，不能给他们啊！梁总，人家说咱们合同到期，已经解除了合同，又找了新东家。事到如今了，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吧。哎呀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咱们跟人家合同在身，人家让咱们赔违约金呢。赔多少？按合同咱们得赔人40万。哎，我跟人家好说歹说，就差没给他跪下了，最后定的20万，咱要不赔人家就告咱们。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梁总，有李国强消息吗？那你回来干啥来了啊？
给你，这是他写的东西啊，拿着去找，去快。怎么会这样？杨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杨总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的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咱妈让你回家你就回，咱妈心里烦着你，说你还叨叨。烦不烦？我，你想我烦不烦？我不是为了他们好啊，你就是跑偏，大姐，我告诉你，这关键时刻就掉这个皮。爸，我去了啊。去吧。嗯。那爸，我也走了。媳妇儿，我不让你带你骗子，我就怕你跟你二姐吵起来。你一见你二姐就吵架。今天你到了，多余话别说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说。就是让咱妈省点心。我知道，我二姐现在也挺难的，我能跟她急吗？真是。静静在国外也快交学费了，这钱一时半会儿凑不齐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就八万啊？那这37万，那爸妈什么时候给拿回来？啊，那个秀华，这是怎么了，二姐？什么怎么了？山河万水，哪里是我家？孩子，孩子，快快长大，长大又怕你离开家。爸爸妈妈，放心下，把海角天涯变成家。妈妈陪